做咩望住我啊？靓仔想夹嘢，走！望住你啊，咁多懒音。嘿，人呢？喂！哇！等我咁耐，终于等到呢个时刻啦！仲俾我同阿 Liz 两个人单独出开开开开开开开，唔知流落荒岛嘅话有咩好玩呢？烧嘢食、扎营，定系游水？好劲哦！最性感船长，我要远离呢个城市，我自己过去荒岛生活。冇人可以阻止我！好大浪啊！有冇风球啊？好惊险啊！头先，差啲又冲咗去荒岛啊！啱啱去完第一个沙滩咧，咁我哋快啲去第二个沙滩啦。但去之前咧，我想喺呢个纵横交错嘅雪根位打张卡先啊！嚟，快啲用我部电话帮我打翻张卡先。What? 我唔用电话噶，我都冇电话嘅。全职嘅模特儿嚟嘅，咁我当初系点样入行嘅咧？咁其实我以前啦系一个肥妹嚟嘅，我去搭车啦，都有人以为我系大肚婆会让座俾我嘅。咁但系因为我真系好想做一个 model 啦，所以我就好有决心咁去减肥。减咗肥之后，咁我就将可能我有时影啲相啊，咁啊 send 去一啲 model 公司入边，咁跟住如果佢哋觉得有啲适合我嘅工作，跟住之后就会揾我，跟住就慢慢开始就咁样入咗行啦。我会点样形容自己性格呢？我就觉得自己系风趣幽默、心地善良，跟住人靓声甜嘅，但唱歌就好差，所以就唔好叫我唱歌。生日歌，我怕我唱了你即刻走。我平时是喜欢去沙滩玩的，不懂游水都可以去沙滩玩的，沙滩玩嘛，又不是在海上玩。我的理想男友类型就是要高过我，不要太靓仔，但也不要太样衰，顺眼就可以了，有才华啦，孝顺父母啦，心地善良啦，大概系咁多。32A 平胸长腿，因为我可以隆胸同埋我嘅长腿。默默等待，我咁靓，使乜主动出击啊？160靓仔，啊唔系，我唔中意靓仔噶，个独男丑唔丑噶？都样衰啊！咁160靓仔啦，我好拣罗生，因为我觉得佢好有才华，佢用一晚嘅时间谂到一句咁嘅歌词出嚟，仲要咁 hit。阿 Lisa， 其实咧我都好有才华嘅，不如你考虑下我，咁我作翻只歌俾你听啊！但系唱歌之前，我哋跳多滩先。下一个滩就系乌溪沙青年新村出面嘅心形石滩。沿住青年新村小径行15至20分钟就到噶啦。呢个石滩系我对你嘅爱意，你受唔受啊？咦，受喎，都受喎，咦，拖喎，笑喎，笑喎 ，OK。点解叫乌溪沙心形石滩呢？系因为之前有人执石仔喺沙滩上面砌出心形石堆，成为咗马鞍山地标海之心啊！是不少情侣的打卡圣地，不过今天就没什么情侣了，只有一些咿哇鬼叫的小朋友。不过我也很喜欢他们的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啊。哇，他真的很吵啊。你很吵啊。没收这句啊，有些人以为我是不喜欢小朋友的。他们真的很可爱，小朋友。
今日呢個心形成日攤啦，咁佢個心形就已經消失咗噶啦。不過唔緊要，只要有你，度度都係心形成日攤。俾個心理一再，俾多兩個你。今日個打卡指數咧，咁都有七分嘅，因為兩個沙灘個景真係好靚啦。咁但係喺食物方面咧，就個選擇真係都唔係少啊，係冇咁滯，得一個餐蛋面可以俾你去揀。去咗兩個沙灘，第一個沙灘好玩啲嘅，因為嗰度有嗰個直立板可以玩嘛。雖然我唔熟水性，但都玩得相當開心嘅。最喜歡的打卡位就是心形石灘，因為它的日落位很漂亮，平時在城市很少會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日落，而且它這個景簡直是很無敵。不過都是那句，要跟一個很浪漫的對象來才會整件事浪漫一點，但是我心裡面有一種想法不斷地產生，就是今天這個對象是有點亂的。最後一集都被人說我呢个咁不羁嘅浪子，都系慢慢欣赏呢个咸蛋黄嘅夕阳吧啦。再见啦 ，Liz， 拜拜。